我天哪，这是我好几个，我感觉我要没了。墨镜，墨镜，快点，赶紧给整上10000票！讲话，老妹儿今天为我抬走好几回了，老妹儿能不能抓紧，在抬走之前就赶紧整首渔网袜，让我瞅一眼，快点！刚才没瞅，刚才就瞅个开头。不行，啊？不行，这不行。有啥不行？没人，没事，没人，没有人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没来得及换回来，我就没了。你这样的，没了一会儿换回来，你说完了再给我这个招。你觉得你这个招？你没了一会儿换回来，你一会儿如果抬走不10分钟吗？完你换回来，换回来你再连我就完事了。那个你好狠的心。关注涨没涨？老妹儿关注没了？啊，涨了1000多关注。要说呀，啥样主播最牛逼？知天命啊！知天命主播最牛叉，咋的了？口水擦擦干。啥？你滴了刀啥意思？没滴刀。你滴了个刀是啥意思？我就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就可以出来了吗？那小香水，给我整个小香水。我给大家扫兴了。小香水，臭味。哎呀，是不是在？这挨打也挨打也得看呐、啊。你裤子咋回事？咋的了？我热了，你把空调给我打开。不搁这坐热吗？一裤兜汗。站起来让大家看看你刚逼有水了。有自来水，跟自来水呲呲的。咋的啦？咋的啦？干啥呢？给你关窗啊。啊，没这个不用关，没事，我还得那个冒烟呢，等会儿。这也不用关。咋了？我搁这皮座沙发，兄弟们，现在洛杉矶30来度，皮座沙发热不正常吗？啊？你们坐真皮沙发不热吗？不合理吗？咋的了？媳妇儿，上牌面。啥牌面？喝口水，快点的，喝口水。你们上一个捏脸，我就给你们捏一次脸。你快拉倒吧，一会儿上个火箭，你还穿我一下是咋的？拉倒吧。上个火箭就给你们穿。哎呀，别整，快睡觉去，你再睡一会儿去吧。大早上你起来干啥嘞？坐椅通风。善财跑了，也是上哪儿去了？去看人去了，追人去了。别送了，英嫂回去睡觉去了。英嫂回去睡觉去了啊。开连麦吧，是不是该看患者了？合理但不信。哎，你们得气死，你们得嫉妒死，就是这么，就是善财哥搁这儿呢。说先善财哥去追随猫咪的脚步，线下私聊去了。